只是在用那个。哦，是好玩的。没了。啊，走，下去找他。啊，谢谢哦。我有在看了。不是，你什么时候会阳光烈焰？这是什么？嘴炮。他啊，那他会。不要太近，不要太近，不要太近，不要太近。他要睡觉，他如果你在他还没有躺下来之前接近他，他会醒，他会不会睡觉啊？旁边有人，他不会想睡觉啊。是。小朋友哎、欸。这才是正当行为好吗？在跟强敌战斗之后，当然是要看家里有没有安全，这是正常吧？这可能要扒一下才到这边。那个人在干嘛啦？还没有炸弹呢。你拿武器干嘛啦？哈？你啦？我？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？看，不知道我在干嘛？你们都有可以放东西，可是我都没有东西可以放啊。不会去做，不会去买哦，不会去找。那个灯，爆桶，大爆桶狙。哦。所以他应该就够了。爆一次伤害225哎。好多、哦。我也要做。可是你素材要够啊。对啊，就材料够啊。那个蒸汽机会。可是重点是不多啊，你一场要用多少个？你只会打古龙对吗？对啊，如果你之后要刷的话，再刷那种力战什么古龙，爆桶一定不够啊。你只靠蒸汽机的话，天哪，还是秀以后这样对你好了。嗯、秀你好棒哦，你挖到两次了耶！哇，你弯腰了耶！哇，好恶哦！你要去种鬼爆炸菇啊？有啊，他有种啊。我有鬼爆炸菇啊。他有啊。啊当他都吃菇种，就叫他去种啊。就鬼爆炸菇跟大桶而已啊。大桶爆炸。只要带大爆桶去加一个。哇，秀，你臭臭花好香哦，秀。妈。霸王之刃79张，怎么那么多？啊？霸王之刃不是打古龙才有的吗？是啊，那我怎么79张？我打那么多只了，有，一定的拼命刷珠子。天哪，珠子有吗？我记得好像没有。是啊，什么刷珠子？地战的话，好像有吗？没印象，然后就是狂打吧。那时候看到那个救难友，就冲进去当补子在那边打。有没有做完了没啊？做完没？死爽没？啊，对了，你还记得？现在每天监视器都会更新哦，蒸汽机。蒸汽机每天都要去领哦，跟之前一样。对 啊，你之前没有参加啊？蒸汽机，好，我等等去看。你至少每天都要把它弄好一次的。对，要让他爆一次，拿那个金之龙门票据，你就可以去练珠子了。对，还有什么？说出来哈，还差多少？还是都有了？我忘了看，等一下。那你从那边回来就出来跟我讲说你们还没看，那你我看他从那个厨房入口出来，我就说他已经看完了。哎、欸，还差是吗？我任务没有报的题啊？就翅膀？我看你画面好了，在干嘛？看最后一个。
拿快一点，下面，还没，到了到了，这附近而已。这个。左汉，你剩哪一个？身体吗？去彩票。好，跳过，然后好像是不是还有腰？完了。嗯。先不要。他对不起，这个。重壳跟后鳞都差一。那还要再接一次啊？还要再气一次哦。没办法。还有，我刚刚没有。啊，对哦，我先跟你讲，你这套装装下去之后，你要自己自保，你没有吃菇也没有。对。你们帮他怎么配？要配一点攻击高一点的东西，不然他。好吧。我倒了。还敢泡针？还敢泡桑拿、啊？我是喝酒。并没看起来不像酒，欧布莱博，你怎么穿雪人装了？我帮你换回来。你们说达人衣还太穿你？对啊，达人衣啊，要帮他配个，有人就帮他配好，只要需要磨刀都可以配的。现在身上这套擦黑红就是超攻击，虽然说应该用不到吧。擦黑红，黑红的胸甲有攻击一弱特，攻击跟弱特。你现在还没有到回黑红对吧？今天才打到70，都没有掉，接了，接了。看这个旗袍不好看啊！你的问题啦，你要不要看他之前出的外观装备？你再跟我讲这件好不好看？你给我去看那个丰收季的装备，妈的！妈的，是真的是没有遇过之前的垃圾。欸，你真的是很，你真的是温室的花朵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我穿给你看，他之前出什么装备？真是的。然后我先，哇，你真的是一句话惹怒我们众人呢、欸。来的，妈的，你真的使用，你真的是使用破坏时光哎、欸。来来来来，请问这套好看吗？好还有，还有、哦，还有，这可不是不止一件哦。他手拔掉其实很好看啊。没有，我说整套的。来看这套，不是我说那个啦。哪一套？你看这套好看吗？哎，这套好帅哦！我妈呀！好，对不起，我审美观不一样。好，没事。不要理他啦，以后不想跟他玩了啦。干嘛？他这样很像。你不要吵臭臭花，臭臭花已经很可爱，还是你要当臭臭泥？不要。好了，我不要一直干哦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是外观的手太大了。对啊，可是旗袍好像也类似那种，可是旗袍的手没有那种，他的那个腕，对啊。啊，他没有感谢票哦。不然就叫他穿个感谢票那一套了。哈斯特朗。对啊，丑死了。你要多久啦？觉得还不错啦。你要多久啦？叫感谢票 SP。那个现在找不到。你被瓦固啦。哇哦，对不起。我是觉得他的手应该要做那种，不要做那么大件，是没错的。手可以改成那个啊。对啊，不是啦，改成那个浴场啊。对啊，他就是他刚才说浴衣啊。啊、哦，讲错了，哎，都可以啦。好，我先去捡个。都到了吗？我现在很困，所以火气会很大。希望你要小心一点。我是火属性，是草属性的哦。对，好吗？不要，你在靠墙干嘛？飞回来啊！你是被开红了吗？还没。回来。回来。上上去。上去睡，上去睡。哎干、欸，你真的是很机车哎、欸。好了。哎，我要吃。吃什么？帮你吃啦！吃屁呀、啊哦！好了，走了再比你强嘞，免得哦，你没吃到，没关系，怎么没关系？我要你现在太早傻了吧？那只有几秒钟而已，本程有三分钟，
种子只有十秒，那个丸要十秒啦，药丸，药丸是加很高攻击力的。粉尘跟种子是互相限制时间。我知道啊，你可以到这边再吃啊。可是像种子，啊、靠药没有？哎、欸，等下上去削石头给我。来不及了，他不是你啊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你啊，我是说那个啦。太刀削石头给我，不能扒了，没关系啊，然后帮我看转个头，谢谢。哎，跑了，一定会跑啊！哎，回来了，对啊，削石头。啊，飞回去了。没，我以为他开大嘞。哎、欸，刚才火超级烧的，我的子弹都被弹回去了。不是，我是不是想 gank 队友？是不是想 gank 队友啊？没有，我着火了，我要灭火。灭火用？哎、欸，我啊，我没有补装备，秀你自保、哦。我回去拿东西。都好烧，啊！还是要死啊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林神，你干嘛靠近我？你被我吹到、哦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软，我来，软，我知道你要讲我了。哦，好。因为他刚才乱动了。秀软尾巴，秀软尾巴。尾巴。帮那个软尾巴，给他断尾。好的。靠！够，我够，我够。来，注意一下血量。好。哎，别撞。哦，可以了。我要撞了。好。哎，再撞一下。不行。我怕他自己撞，自己撞撞。来来了，你最喜欢看到的东西，没有用哎、欸。啊，有闪，我有闪。我有看到我在看那方向啊，而且发现你那个闪光的位置一样，没用。哎、啊，睡了。叫听哨，叫听哨。听。自走这么慢才出来啊？为什么你是快干他、啊？天哪、啊！你怎么那么恶心啊，秀？什么东西？你的文字啊？哦，
反正耍撞。我原本是他软的，快干他。哦，再帮我软一下头。就软头、啊。来不及了。现在啊。断了。好，就被带走。啊。拜拜。不是我。为什么不是你？我没有被带走啊。你为什么不被带走？没人喜欢你，可怜，可怜，没人喜欢秀秀，有啦，在挖挖皮啊，挖皮，我到了，石头。哎、欸，我骑乘了。嗯。我的浮动装。好、哦、啊, 啊！我第一次用，用。啊，我蛮常骑乘的哎、欸。我第一次，因为我不常骑乘。断崖往下挥就马上骑了啊。他自己撞他的头，头破坏。因为很少这样干。好，来，注意哦，跑远，滚点远。小小你。嗯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看。没有，我刚才讲说，我刚才那个那一喷直线的火啊，嘿，它是伤害，所以你挡掉它之后，或是做了一次伤害之后，你就可以阻止它了。哦，它就不会再去造成伤害了。对，有些魔物的人就是这样，像恐暴龙，它那个直线的。那当你穿不动一双，你这招就一定死。因为不会被弄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不要不要，住手！我跳掉了。你跳掉了，跳什么？他在从上面下来。白痴哦、喔！你是讲我下来就好，你跳掉了。对不起。他妈，你断线，气死！断线。秀秀过他，哎、欸，过得好。哎、欸，不一定要投哦、喔。不一定要投，没有。他刚刚很喘的时候，只要勾到他就好。打勾到你没有？哦，闪到了，闪到了。他没飞啊，你这样没有用啊。我想说趁他跳的时候。没事啊。回吧。打秀秀打过雷狼了吗？他没有，感觉是啊。他是更快，他有吧？雷狼打过啦，可是我、哦、不知道我是不是自己打过的。你一定不是啊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主线，还是你们带的那一？应该是我们带主线没有的东西。你要自己去出发，或者是我们带你打。你要去巨魔之地出发、啊。我有看到那个人过，不是那个龙过。这个人好，我知道巨魔之地会出现，是新一次的。嗯。是那时候在打什么？黑狼鸟还是黑狼？好了，那经过而已吧。然后没有是打他，然后结果那个雷狼龙就经过了。哎呦呀！
的部分一模一样。哇，好恐怖哦！靠呀，差点就敲到那爆头，太范围了，可以了，七八，上去马上撞就好了，这个位置是上去马上撞就好了。我应该是绕，看一下，就蓝桃。让我好丢脸，直接软就好，你还要蓄力。欸，他尾巴怎么断了？早就断了。你还没挖？看都不听人讲话。我要把这个频道改成猎人都不听人说话。是找的、欸。他死了。石头了。他死了。撞。好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欸，撞了。一头撞死，他不会缩血的。好。哎呀，各位猎人都装了耳塞，耳塞猎人房。啊，那边有掉落到阶级。嗯，对呀。还是你捡完了？可能跟他一起剪掉了。哈，我没捡到他一把。哎，没差了，来不及了。没差、啊，你又不想要。我要啊！我怎么能让他断？刚大家在慢趴在地上播，就只有你不播，还以为你已经先播好了嘞。你就是这种人。什么？啊，不对不对，你们在打的时候我就播了。你看，就是你是这种人呢，所以才没有问呢、啊。愁死极飞宝玉啊，大宝玉，古龙的还是勇猛的？炎龙的宝玉，古龙的大宝玉，两个。哦，算对他来说还算有加成，就是他如果做基础装备的话。应该吧。委托品相。やるわよ。哎，这样其实好像有错。嗯。达成交货委托，万福票，巨人造型。是什么？万福提灯，我已经交完了。嗯。灯彩放飞。四五。红。哦，有了。有了啥？做完了？做完了。终于啊！跟太适合了吧！哎，我其实觉得盛装不错看的。盛装很多 mod 会去改，那它自带布灵布灵啊。对啊。
反正我有16张，那个东西不知道那個。拿去卖啊，卖掉。卖掉比较赚。当然没有啊，不想让你穿盛装而已啊。去做啦。可是盛装帽子就很丑啊，那么高。就是除了帽子，我要去布置我家。我家看那个吊灯，还有那个东西。要修，我快睡着了，我去洗脸。晚安。我去洗脸。干嘛？起来动一动，去洗脸。为什么我的艾玛等级的外观那么？啊？就是可以做的外观怎么会这么怎样？少，正常。一般来讲，没有打活动都很少。正常。然后你打巨魔之地的话，会多了一些以前装备的外观。哦，这万福灯看起来不错哎。那我上穿的烧鸟就是他给的。我想要做万福之虎，它好漂亮。要万福票，三张。SP 的，我要去剪草了。哦。自武棍。要是可以打。打自己。欧巴桑。打自己是之前的吧？对啊，我在看的活动。僵尸的。看到雪人万福了，好傻！这两个床铺，灯笼哎，不错，我喜欢。还是可以吊天花板上。对啊，没有，我是说那个。对、啊，我说也可以吊天花板上，那个我知道可以放在床头床。漂亮。银色的金讨伐麒麟。啊打雷狼龙觉得难打啊？没有啦，谁啊？观众啊？一个从跟秀秀一样是直接从世界打那个钢买哦，打到冰、那个是金狮子啊？不是哦，那不是金狮子。谁？你现在打什么任务啊？他打什么特别任务？然后叫什么银色金翅？我好像没有印象有这个任务。雷不是雷，麒麟。活动的吗？什么任务、啊？它是特别任务。对啊，它特别任务。可是我记得，不哦，对啊，那是金狮子前置吧？嗯。去打、啊，而且去打他这。等一下，他麒麟只一个人打对不对？好像是。没有麒麟，我之前是多人打的。谁？可是要他要先看动画。对。哦。其实这只血很少而已。血很少吗？好，那我可以打。可是电人一样是死哦。对啊，他血少，但他还是会打你一下就死哦。他是会处于一直生气的状态，你不能撞他墙。
是的。嗯，又想欺善怕恶啦。还想要什么啊？变现。变现耶！基本设定。